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一连两集呢，师父为我们详细解释了五蕴里面的世蕴。那我们知道，不论是小乘佛法所说的意识，或者是大乘佛法所说的第八世，那么师父说呢，它都是变动的，不是永恒的，所以是无常的，所以是空的。不过师父在提到第八世的时候呢，他也说所谓的第八世是藏着一切业的种子，随着我们的生死流转，就让我想起了，那这是不是就是灵魂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师父。看起来好像是第八世和灵魂差不多。因为佛教讲第八世就是过去生到现在生，然后呢再转到未来生去，永远的永远的这个生命呢，就是因为第八世的关系，所以是呢，它并没有中断，也不可能中断。那听起来就像说，一般人所讲的灵魂，对，灵魂就是那个样。为什么呢？一般的灵魂认为灵魂呢就是什么，死了以后就跑出来。然后就跑到下面一个，是不是这样子？对，活着的时候呢，这灵魂就是就不叫灵魂了。活着的时候，这个人肉体跟灵魂结合在一起，对，那就是活人。死了以后呢，就是个身体啊，这个变成死人。但灵魂呢，离开这个死尸以后，就是独立的存在了，那就叫灵魂了。一般的人叫灵魂，又叫做鬼魂，又叫做这个神魂、魂魄，这个对，很多不同的名字，名字很多，那么还有呢，说是什么三魂七魄，对对对，这个有人认为死了以后啊，有几个呢是看着死尸，有几个呢就是这个接受啊这个儿孙的这个。祭祀香火香烟，那有的呢就是在这个自由的在怎么样，在家里边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啊自由荡着的。那一般的人就是三魂七魄，那个就是说这个灵魂呢也可以把它分开的啊。也有的人这个认知上的灵魂呢就一个，死了以后灵魂离开的肉体，那个肉体就是死尸，就是遗体。对，那灵魂是单独的存在，灵魂可以升天去，灵魂可以下地狱去，灵魂也可以再转世，灵魂呢可以这个在阴间就是成为鬼魂了。像这种观念呢似是而非，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观念，所谓的灵魂好像是有一点类似于这个是不是不是等一个人呢今天住在新店，明天搬家搬到新竹，房子虽然不一样了，里面住的人呢同一个人，也有点像说自己选择去选择一个好的身体或者是好的环境，其实这种想法都是绝对错误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样子？是呢，就是它这个成分和它的这个好坏的这个值和量啊，值就讲叫做好不好，量就是多和少啊，好坏多少在经常是在变的。这个时并没有一定的固定的不变的一个东西，而是经常在变，因为叫做它是叫这个意识所构成的一个体，它是有一点像什么呢？像一个仓库啊，这个仓库啊并不是一栋房子啊一样的仓库，而是呢有一股凝聚的力量。那我们上一次也讲到，是有个第七世把第八世所藏的一的种子啊当成自我，执着的那个当成自我啊，也因此呢这个第八世就可以依附在那里，依附在那地方。
那么这个凝聚的力量呢，它又藏进去，又可以啊，这个拿出来，拿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从因变成果，也就是说，这个力量啊，过去造的业，这个是因，或者是种子，那某一部分的种子遇到恰到好处的缘，它就成熟，成熟了以后呢，就显现出来。显现出来并不是说所有的种子全部都成熟，这是一部分的种子，它是遇到恰到好处的缘而成熟，成熟以后就变成了它的结果。但是呢，在结果的同时又制造业，又把这个新的业啊又吸纳进来，又拿进去了。所以它那个像类似于仓库一样的那个仓库啊，它永远是在变动的，它的内容在变动，对，或者它那个值也在变动，这个也叫做第八识。可是这样子让我想起一种能量啊，有人说，其实是不是灵魂是不是就一种能？那是是不是一种能量？它可以吸附很多的东西，所以是不是说人的本质就精神的本体是一团能量？可以解释为能量，但是呢。不完全像能量啊，因为像能量的话呢，它只会是被动的发挥，那个一的种子啊，它有主动的力量，主动的力量和外边的因缘配合起来，那就变成了一个这个产生结果的一个原因了。那么像这样子的一种是。就跟灵魂呢是绝对不一样的，是那灵魂的观念呢，就是它的量和体是永远不变的，就像搬家了，人搬家了，家是搬了，地方也搬了，但是这个人还是同一个人，第八识不是，它不断地在变化，类似于说这个人是从过去来的，但是这个现在这个人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人，谢谢师父的开示。那么师父呢一再地为我们解释什么是世，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世运世上它也是空的。那么从世运是空的，我们可以解释就是说五运都是空的。那么这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下一集里面我们要再详细地为您解说，欢迎在下一集里面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